经理，我求了你了，你别开除我，吴经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总经理，您说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花瓶很贵的，知道吗？不是在门口搁了告示牌，可是不知道被谁拿走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事。经理，我在门口放了告示牌，可是不知道被谁拿走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事。走吧，难道你要为他求情？你别开除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经理。没办法。你估摸他有多高？那花瓶很贵的，知道吗？反正不矮，大概有1.8米左右吧，比我矮不了多少。刚才我还以为他是一男的呢。这种身材不当模特可惜了。当模特？小宋啊，待会儿我们要见的前辈可是。宋教阳，关于你这次剽窃的事情，他们已经取消了你的面试。我和校长已经商量了很久，已经是看在你平时勤奋的份上，给了天大的面子，保住你的名誉。我们也不希望学校的声誉受损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像他一样，别这样笑脸，不要总是愁眉苦脸。来，学一下。谢谢你啊。学一下嘛。眼睛要扎，眼睛要扎。我们是做人肉生意的。你走开呀！别笑。我不去了，我回去了。哎，什么年代了，还用得着逼良为娼吗？就算是逼良为娼，像这样土的令人心碎的，卖给谁啊？不是自掘生物吗？别乱说话。小芳，他不像好人。这年头，像好人的不见得是好人。这个我说了不算。那谁说了算？你啊。我啊。你说能你就能。脱掉衣服啊。脱掉外套，看一下你身材比例。你打过排球？嗯，从12岁就开始了。那怎么不打了呢？因为我老给队里拖后腿，教练就让我退役了。为什么想要当模特？让我爸早娶上媳妇儿。
我听说做模特工资高嘛。你都要当人媳妇了，你爸还娶媳妇儿？我妈死得早，我爸在乡下又种了三亩地，养了八头猪，累得老咳血。邻村的王寡妇对我爸是挺好的，老给我爸送猪喂汤，可是他公公不让他改嫁，因为我们家拿不出礼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一天呢，这丫头你从哪儿领来的，送回到哪儿去啊？哎，罗老板，你第一天当模特吗？你以为光一米八的个头就能当模特吗？气质，还有气质，你懂不懂啊？你看他那个露怯的样，缩手缩脚，抠胸缩背，怎么走 T 台啊？赶紧把他带走！我以前也是你从工地捡回来的，你当初扔在泥堆里也是发光的，不像他，本身就是一堆烂泥。我不是烂泥，我一定行的。当初我在队里就是最吃苦的，要不是把韧带拉伤了，我早就进国家队了。模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的，我就能。好，总算等到你这句话了。于天，把他交给宝莲。好。走了。好了，快点去吧。李总肯定是想看新秀给的设计稿，看我连夜赶出来了。你倒真是先知先觉。我这人啊，没什么缺点，就是太勤奋了。哎，李总找你是发布会的事儿吧？这一季的服装能不能打响，就看你们模特的了。本末倒置。正月底呀、啊。对，就这个月底。时间太紧了吧？往年都是安排在下个月中啊。难道等同行准备好了才去打仗吗？这次是一次让 DW 更深入了解我们传奇的绝佳机会。有好几家企业和我们竞争和 DW 的合作，我们必须让 DW 知道我们传奇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品牌。也就是说，这场发布会等于是对 DW 的一次宣传战。没错。哎，李总，设计稿的最后方案你还没有选定啊，你看一下。这是一套，这是一套，这是一套。都大同小异嘛，照这么做吧。哎，李总，这里有六套方案，按哪一套做？全部。全部？你的设计在质上根本没有取胜之处，只能在量上下功夫。这一季传奇发布会要在业界做成规模最大的一次。可是李总，这么多套服装，对模特人数的需求量可是很大的呀。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。不要问我。可是，那你从别的公司调。记住，我要一流的。哎呦，维维，哎，又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那这次你又看上谁了？我今天不是来撬你的人的，跟你谈笔生意。传奇的秋季发布会包括模特，打包费45万，怎么样？45万？哎呀，维维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！抛开制作费不说啊，我们风尚可全部都是一二线模特。你是说上次 NO 品牌秀上那些张牙舞爪的新学员吗？我在娱乐新闻上看到了。这个价格对你来说赚的不多，但绝不赔。你知道的，现在的物价呢，请小时工扫地，算下来，一天都要好几百块的。何况我们的模特呢，个个都是从成千上万的人堆里挑出来的。世道不好，有的赚总好过坐着赔啊。你尽快给我答复吧，我先走了。哎哎哎，别忙别忙别忙。哎哦，这个你说吧。多少人？40人。40人？没错，传奇这一季的发布会规模空前，光服装就200多套。妹妹，你直接杀死我算了。你这个是两个秀的人数啊！哎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赔钱可以呀、啊，但我不能这么赔呀、啊。你知道啊，我光请一个导演就要……导秀我来做。你？这次的秀意义重大，我亲自督导。还有问题吗？这个嘛，我考虑一下。你到底做不做？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复。3点半我还约了鼎盛的卢总。哎哎，我做，我做。
哦，对了，上次 NO 内衣秀上那个拆台的模特，你可别给我安排进来啊。哎，你放心，他已经离开风尚了，绝对不会来捣乱。李真，你好，尹丽，居然还记得我。自己老板的侄子怎么会不记得呢？虽然还不能确定真假。你好，我叫 Vivian， 传奇21模特经纪的。Nice to meet you。李总好像不喜欢你。Who cares？ 那么你待在这儿是准备找机会挑战李总吗？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只是为了养活自己。你也不用那么敏感，我也只是替他打工而已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李总如果真有你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侄子，不来传奇实在太可惜了。谢谢夸奖，不过可惜就不必了。明天的事谁都无法预料，也许有一天你我也会在同一条船上，你说呢？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总之，这次一定要吸取上次的教训，头脑灵活一点，别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发生一点事情就哇哇大叫，明白吗？涵养、素质，还有啊，这次呢，你们也会和其他公司的模特一起走台，要注意配合，不要给风尚丢脸。解散。鞋都穿不完，还吹牛呢！别把脸丢光了就算不错了。大婶，你耳缺吗？没听见宝林老师说我表现没问题吗？还真是，滥竽充数，绝对没问题。八婆。你好，请问刚刚老板说的那个涵养跟素质是什么意思呀？哇，你这什么发型啊？土了吧唧的。实在是太土了，哎，你还说别人呢，死八婆，别理他。哎，你新来的吧？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大脚。大脚，哎，给你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跟我走。跟你走？罗老板都交代好了，你不用再回地下室住了。从今天开始呀，你搬到我家，我得给你开小灶。真的呀？凭什么呀？我怎么没这待遇啊？哎哎，不公平！我为什么没这待遇啊？哎。为什么主秀是李依兰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这只是初步方案，最后结果还是要客户说了算嘛。可是向来罗老板你定的方案，客户是不会有异议的。哎，老夫啊，这个主秀的位置呢？这个 NO 的广告已经让我失去了一次机会，现在虽然只是个试装，可是我也需要这个最先穿上主秀衣服的机会，而且我觉得，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加适合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坐下说，坐下说啊！你说的不错，李依兰的确不是我们公司的模特，哎，而且呢，她当主秀啊，也有点勉为其难。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啊，李依兰的天银公司为了推她做主秀，免费提供了5个2线模特参加这次传奇的发布会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罗老板，你不会为了省这点钱？而牺牲我们风尚自己人的机会吧。哎呀，这点钱，哎呀，你真是不当家，你不知道酱油贵呀。现在市场这么差，你以为做了主秀就能平步青云，步入超模行列了吗？做生意呀，讲究落袋为安的，你懂不懂啊？不就是5个模特的出场费吗？我给，这个钱我付。可是我要当主秀，罗老板，这个你应该不亏吧？如果我一炮而红，赚钱以后也有你的份。嘿，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呢！啊 ，OK。哎，这世道昧着良心赚钱，也得技巧娴熟才行啊！你真的想清楚了，就这样回老家？
想清楚了。也许啊，我就是不太适合大城市的生活，在乡下那边没有欺骗、利用还有背叛，虽然很平凡，但是很踏实。那只是生活上的一个侧面而已啊。你不觉得离开这里会让你失去追求梦想的机会？我没有放弃我的梦想，但是我需要先找一个能够实现我梦想的地方。现在我根本就没有在大城市里生活的能力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回到老家去，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请旅客们抓紧时间上车。我都这么大人了，不能总让家里人操心。Maybe 你说的是对的，那我也只能祝你早一点找到那个理想的地方。不过别忘了，这里会永远留一个位置给你，因为这是我跟宋正共同的事业。谢谢你，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。这个送给你。这什么？把你的生活点滴拍下来，再发到网络上，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你也不会觉得孤单。你干嘛非要送我手机啊？太贵重了，我不要。这也是你给我的出场费买的，还是归你的。那好吧，我会随时更新的。谢谢你，你送到这里就好了。再见，一路顺风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我是宋朝阳。面试。传奇，我抄袭的事情他们替我澄清了。林真，他们替我平反了，他们替我澄清了。师傅，快停车！司机师傅，快停车！我被传奇平反了，他们让我回去上班了。我被传奇平反了，他们让我回去上班了。恭喜！好了，我被传奇平反了，我可以回去上班了。怎么是模特的合同啊？因为你在风尚有模特训练的经历啊。但是我来传奇是想做设计师的。你真以为有人帮你平反了抄袭的事儿吗？我那么说不过是希望你留下来而已。林老师到现在都没有说出真相。你的事儿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，你是不是抄袭我不关心，但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选择签下这份合约。做模特儿不会让你的设计才华枯竭的，相反，在做模特儿的同时，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国内外著名设计师的创意，这些对你的创作一定会有帮助的。当你年纪大了，不能再在 T 台上跟那些年轻女孩抢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拿起画笔做你的设计师。可是反过来你想想，如果有一天你白发苍苍，满脸皱纹了，回想起年轻的时候竟然错失了一个在 T 台上绽放光彩的机会，一个这么一举两得的 perfect choice， 你难道不会后悔吗？有这么好的身体的资本就不应该浪费掉，你想在这个城市扎根实现梦想，首先得有一份生活的保障，不是吗？舅舅没有催你还钱，我也知道你刚参加工作不久，手头没有多少钱。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我相信还有很多人需要。哎，我签。上次那个广告造型好漂亮，真是西田做的。是啊。嗯，那什么时候能给我做一个呀？你以为西田是那么好请的？人家是给简大哥的面，这圈里大腕都买他的账。哎，简大哥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哎，你声音怎么这么惨呀？哎呀，最近上火。哎呀，嘴里长个泡。上火了？那你得多吃点清凉的食物。冰淇淋你喜欢吗？我给你带去。嗯，草莓的不错，芥末得包强呢。好好好，
哎，乐瑶啊，下午跟你爸来我这一趟，骗你们钱的那些人啊，找着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我下午带你们去张警官那里，先让他退一部分钱给你们。啊？哎，乐瑶，我这地方你还记得吧？当然啦，上峰公寓 A302嘛。我先通知我老爸，然后再跟他一起过去。哎，简大哥约我谈事儿，好像又是一条新广告。没办法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死丫头，上峰公寓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呀？啊，我一个人带着小娃，还要帮你躲警察，你倒好，躲在这儿偷偷摸摸混小蜜。你上火是吧？我好好给你通通气儿。老婆，什么小蜜啊我？你还狡辩是吧？本来安东那个广告就是我的，你把乐瑶那个死狐狸精介绍给大吉，活生生的抢走了我的广告。老婆，那是误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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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误会。我是约他们去张警官那儿退钱的。退钱？我帮张警官已经找到那几个骗子了，你不信是吧？我打电话给张警官。真的？真的。我骗你不得好死。你个死东西，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委屈。老婆，哎呀，老婆，哎，不闹了，啊，不哭了，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。来，坐一会儿，坐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我昨天磕到了一下，今天已经好了。走成那样还叫已经好了？真的已经好了。我欣赏女人坚强，但讨厌女人伪装坚强。我们的秀容不得一点闪失，你走这个位置不合适。你过来一下。对，就是你。你们俩换一下。可是，就这样，时间紧迫，抓紧，所有人重来一遍。但是，音乐准备。呀，老婆没奶粉了。出门右转150米是超市。我没钱、啊。
妈拿钱啊，我们吃东西去啊，我们下馆子去。就剩这一点了。我那石尾不卖了8000块钱吗？你跑路的时候借的那些钱不需要还啊？哎呀，老婆，让你受苦了。但是你放心，困难是暂时的，啊？你才是暂时的。你看这双鞋，2年前的款式，这几个月唯一添置的东西就是几双丝袜，我看我简直是不要活了。老婆，赵警官都说了，马上公司就要解冻了，到时我去接几场秀，钱就来了。自从你跑路那天起，我就知道男人靠不住。你等着吧，我马上就要成功了。是啊，我老婆都当上主秀了，马上就要火了，是吧？那当然了。到时我带小蛙给你加油去啊。要你加什么油啊？你在家乖乖带小蛙。儿子，走，我们去吃饭去喽，买奶粉去喽。来解释一下，这里呢？做饭其实也可以的，哎，我家现在涮火锅啊，可好吃了。涮火锅我们还有机会吃，今天我们就奢侈一回吧。哇，你发达了，讲来听听。还没有，不过快。你看看这个，挺漂亮的，不过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你看，这个款式呢是几年前最流行的，但是现在已经不流行这种下摆了，也没有人把腰收得这么高。这是一个老意大利品牌，叫奥尔赛斯，几年前就已经破产了。不过我朋友 Kevin 用很低的价钱买下这个牌子，很可惜还没有开发。我想跟罗老板合作，把这个牌子带进中国生产销售。跟罗老板合作，你不觉得他这个人挺阴险的吗？干嘛非要跟他合作？罗老板在时尚圈打滚了多年，他的人脉实在是一笔财富，我们只是借力。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忙，帮我修改这些设计图，可以吗？那你找我也是借力吗？不，我们是双赢。我搭建一个舞台，你在舞台上实现价值。我跟你说过，你是我的事业。那我现在能做什么？现在加工厂和门店落实了差不多了，就是设计方面需要你的把关。我们想结合现在的潮流做一些修改。我可以试试呀，刚才我一看设计图啊，还真有点手痒。问题是，你现在签了传奇的模特约，还有时间做这些？薇薇安最近没给我安排什么走秀。剩下几场大秀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最近还蛮闲的。传奇21一直想从风上挖人，现在如愿以偿了。他们现在不用你，也许会有更大的打算。但愿吧。不过薇薇安手里真的没有几个模特，有的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。我现在好幸运，我只签了传奇的模特合约。为什么？如果我要进了传奇设计室的话，就没法帮你做这些图的修改了。那样的话会有商业间谍的嫌疑。就算是为了我也不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我宋娇阳做事可从来都是光明磊落的。好，那就为李真的幸运干杯。还有宋娇阳，我的幸运？你的 SOS 不是吗？是啊。
但是奥尔赛斯就是你的试验田和小白鼠。谢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Cheers。发布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虽然时间有点紧，但是我正在抓紧筹备。应该。我不要听你这样的回答，我要的是一定。好的，一定会。还有，我不要那些个四平八稳的老套东西，从创意到模特的面孔，我都要看到新的东西。那个叫什么蔡冰凌的代言，一做就三年，三年前的少女现在都成了三岁孩子他妈了，还有什么号召力啊？好的，我一定。你给我提起1000%的精神 ，DW 公司的融资那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是吧？快点！一会儿就看你的了。你看上去很憔悴。我在养精蓄锐，把光彩留到台上。听说你在帮罗老板做新品牌的事儿，我只是帮朋友牵牵线、搭搭桥而已。我不管你在做什么，都不能拿这个当借口影响走秀。别忘了自己是模特，不要丢我们的脸。我记住了。曾哥、春哥，保佑我千万别摔跤，千万别摔跤！哎呦，简大哥，你可别不来呀！你是我的小叮当，有你我才不犯怵啊！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带妆彩排，谁都不能马虎。OK， 挺胸，你是得了肺痨吗？哎，要是想靠这玩意儿点燃你的兴奋，不如直接打吗啡算了。都听好了，提前15分钟进入上台的精神状态。你们都是专业的模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大点声。知道了。韦李总，什么事？薇薇啊，我想要宋骄阳上台。可是他刚在 NO 的秀上出了事，我想让他缓一段时间再登台。不用了，我们现在需要全新的面孔，他正合适。可是。别可是。通知他马上彩排。哎，骄阳同学，你怎么来了？学粉丝造画啊？你已经比画还美了。哎，你那期《Annual》杂志我有买的。怎么又来砸场子呀？现在不做模特了，感觉如何呀？其实我是来……洋洋，简大哥，简大哥，就知道你不会白我一道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们认识啊？他是我表哥。简大哥。我还是有点紧张，你给我鼓鼓劲儿吧，讲好听的说啊。你在台上会比镜头上表现更精彩。这句话没见你对我说过一次，该死的。洋洋最棒，洋洋加油！乐乐叔，我们到外面看看去。哎啊，好好。宋骄阳，不化妆还愣着干什么？韩姐，我刚到。腰身要改一下，你的衣服给他穿啊。那我呢？跟他换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次序要做调整。可是你本来就有伤，就走串场吧。我来化妆师，快给他化妆。被打回原形的滋味怎么样啊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。滋味很好啊，幸亏是骄阳姐。什么主秀不主秀的，哦，根本不鸟他。哦，对了，大婶，采访你一下，突然从主秀变成了串场替补，你是什么感想啊？哎哎哎！哈哈，从你的表情我就能看出来，爽歪歪。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走秀之前呀，还得找简大哥给我打打气儿呢。
刚才跟你说的位置都记清楚了吗？你都没参加过彩排，千万别给我出错。清楚啦，你就只会用这种口气跟别人说话吗？进传奇21就大牌了吗？你是主秀，更不能给我出错。你就连一句鼓励的话都不能说吗？我这人就这样。试试看这个，可以减轻压力。哎，李总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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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排呀、啊，我让他们看看多漂亮。搞什么嘛！这是少说两句，离我越来似的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怎么办呀、啊，老爸？我这回跌份跌惨了，简大哥，我没给你争气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宝贝不哭了，有老爸在这不怕啊。看看有没有扭伤。没事，不过好像鞋跟断了。好端端的鞋跟怎么会断呢？肯定是哪个碎人害我。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时间说这些？各就各位，快再拿双鞋给他。你怎么样？没事，
不过我可不希望你待会儿再上台还是这种表情。没问题，加油，快，大家准备。压轴模特，不要这么轻浮好不好？大气，懂不懂？一会儿在台上你也准备跟我打嘴仗吗？你打不过我的。那你更适合当盲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目中无人的时候最有光彩。那我们这样算是和好了吗？你说呢？说个是字会死啊。小丽啊，打牌，苏哈，好好好，马上来啊！哎，我先走了。你连跟爸打个招呼，起码的礼貌都没有。